安。谢谢以色列弟兄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诗歌。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，我们当敬拜他。真的是感谢主，保守我们一年在线上聚会，今天带领我们回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。我们心里是何等的欢喜快乐！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恩典，这么美好的一切。他保守我们到如今，也要保守我们到永远。我们拜他的，当用心灵和诚实。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一起低头默祷。满心的感谢你，满心的欢喜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。你是爱我们的主，爱我们的神，我们心里多么迫切的要来到你面前，来到你的神座前，向你敬拜，向你赞美，向你跪拜，向你屈膝。求你来引领我们，一年来你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在你里面一样都不缺乏，保守我们不受瘟疫的侵害，不受疫情的困扰。我们虽然在家里居家一年，在线上敬拜，我们心里依然被你所恩感，我们心里依然欢喜赞美你。今天我们第一次回到殿中来敬拜你，我们是何等的欢喜，何等的快乐。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话语，说不出的赞美要涌出来，要赞美你，要感谢你。你是造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。你是哪样的爱我们，我们真的是言语无法表达，表达我们心里迫切的愿望。求主来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身体的软弱，怜悯我们心里的软弱。求你天上的话语赐下来，加添你仆人藐视的力量，加添他心里身体的力量，让他将天上的话语为人掰开，让我们吃了听了就觉得饱足，我们心就没恩感，我们就愿意起来来跟从你，快跑来跟从你，直到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你来，你就站在门口等着我们。愿我们真的是被你所兴起，趁着光亮赶紧做工，趁着光亮赶紧来传扬你的名，让我们周遭的人们蒙福。你在这里设立教会，需要我们为你发出光来，为你发出你的荣耀来，让更多的人看见你，认识你，跪向你。求你来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你里面得欢喜，得快乐，得满足。你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的粮食，是我们生命的力量，让我们是能够不单单听到，也能够信出你的道来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也特别看顾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在线上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，都蒙你的保守，都蒙你的看顾，都有你爱的同在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